講早晨，今天4月22日，港股方面都受住隔晚美股做好的帶動，今天就可以高開的，高開之後暫時都是維持100點的升幅，報28,700左右的水平，恆指上的區間繼續都是28,400至29,100的區間運行，繼續都是窄幅上落的。